我叫曲安林，1951年3月4号生的，在上海金山区租界镇的一个小镇上出生。但是我喜欢画画，感觉到了退休以后，我还是想画画。2009年到美院去进修，第一年上学，第一年是花鸟，第一年是书法，第二年是高年班，2019年。书法本科毕业，拿到学士学位，到即使学到今年2021年国画毕业，是拿到学士学位。毕业以后五年后呢，打算要回报社会。这幅画是岐山新女啊，是我画，就是我们临摹的，在2013年的时候临摹。我是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每天从早上到晚上，其实这个5、6个小时的休息，其余时间都在这个画上，所以我对这幅画感情很深。